早晨，Good morning，各位，我家阵喺中东阿布达比呢个大城市入边除咗 Emirate 杜拜之后，呢个城市就系其中一个最大嘅，好有钱个大城市入边嚟噶，住喺 hotel 入边，见到。朝早一起身見到，哇！全部呢個對住城市今日第一日個早晨嚟呢度睇到我自己 hotel 窗口一打開就見到啦，好靚好靚好靚，哇！個房入邊影出嚟嘅，等陣出去行街街，哦，見到好遠嘅地方啊，好似新加坡咁樣，Marina 三棟樓有一條船又擺咗上去，柬埔寨買個單位就好似呢度一樣，見到，哦，毛毛地。收翻去先。真系靓啊！真系靓啊！都估唔到呢度嘅天气，出边系21度到25度啫。琴晚好冻啊，喺房入边瞓。个海几靓啊！见到海，等阵会行去嗰度 Marina。喺嗰度行下，食下嘢，個橋咁樣行過去睇得唔得？哇！Nice！家喺房入邊影啫，遲啲再上去個 tower 上高，top floor 嗰度。仲可以再影，希望可以仲更加清楚添。